Texas， 朋友们，今天是腊月29，还有2天就是中国春节了。这是我加入 Costco Shipping 的第6个春节，我带你们看看我们在希腊的春节怎么过。这是希腊华侨华人春节联欢晚会的邀请函，这个演出在比利富士时装举行。不是感觉到了春节的年味，我要把办公室也装饰一下。这里有不少春节的食品，我要买兔子团的。饺子看春晚，我们要穿红色衣服。现在是雅典时间1月21日的5点，我们要过除夕的。春香未来，我们在希腊比利富士港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克罗尼亚波拉。Together in spring for a shared future， 我们祝 Costco Shipping 前途前进，突飞猛进，前途前进，突飞猛进。